嗨，乒乒乓乓，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就来实况我们的天堂类的，没有错啦。我们今天呢已经回到家了，在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冒险到一半的地下城。我们这一集也是一样，继续收集矿物跟冒险。对，那收集多一点，后期就比较对你们也懂得比较快速。对，那我们就出发吧。好，上一次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嘛，然后一样在上一集打的时候掉的装备都被我丢在这边了，应该基本上应该就大概是这样。哦，这边还没有去过。啊哒，Deska。OK， 我们继续向前冒险，看能不能收集更多附魔书。这边应该都被我给看过了啦，我是为什么没办法关进？OK， 这不知道这边，哎呦，刚刚顿了一下，是不是在产生什么可怕的东西？应该被我给逛完了，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往下走的路。好，如果这一条被我们收完的话，我们就往另外一边。我记得好像之前玩一个系列叫做《生活大冒险》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难走。对，我挑战了很久，但是我发现根本就超难挑战的。但现在不是问题了。哇哦，没见过蜘蛛，这是什么生怪砖啊？哦，它是僵尸的，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欸？插个火把，收集药水跟食物。OK， OK， 这边诶，很分身术哦。OK， 点开，拿起来。OK， 好，就只需要这些，其他的都不重要。顺便收集矿物。OK， 我等级已经快50了，我终于觉得把装备做起来，我终于有存到经验值的感觉了，好爽啊！终于，真的是，哎，不小心跳进来，那首歌叫什么？忘记了。嘿，等一下，等我一下好吗？我只是想整理一下包包，因为东西有点太多。有吗？有给吗？OK， 给我这个就好了，谢谢。好，然后这个挖掉。我这个挖应该蛮快的吧？这个毕竟有效率。哎呦，整圈都没嘞，所以这边有多少？哦，两组多，谢谢。虽然我也收集了不少啦，我自己也有准备啊。这边也是另一个时空的感觉，而且地板很漂亮。对，我想说是地板很漂亮，啊，很可爱啊，这地方还蛮漂亮的，地板也很漂亮。我在想要不要把家的地板也弄成这种的棕黄色这样子的地板，我觉得很好看欸，收集一下好了，收集一下。其实从之前我就有在考虑过这种地板，不过我就是一直觉得它很花俏，所以我就不太敢用。为什么又不正常，而且还可以往下欸？天啊，下地狱了吗？这地下城弄得好有意思哦，太多了吧，这是。不要，哦，要，但是我要的是这个。完了 ，OK， 收集完快跑，怎么还那么长？我觉得我在那种会让你迷幻的那种空间里面，这里往前走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是没有啦，而且我刚好没有带那个剑，自从我拿了枪之后，我就再也不用剑了。哎，对耶。这是时代的一种进化，你们懂吗？就以前很久以前，大家不是战争都拿盾牌啊，拿剑这样子去互相厮杀这样子。可是自从有了先进科技，刀子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只是可能会随身携带小刀，但不会变成主力的一种。对，好，我先往这边冒险。哦，装备开始变好了，钻石库。哦，我真的觉得这里直接变成地狱区域，我真的人没在地狱，但是他把它弄得很像地狱。ouch！ 哎，姐妹，我在这。OK， 他把它弄得很像地狱。哎呦，你是生出来的，这是你们的某一个什么？干嘛？有话直说，不要在我后面摸我好吗 ？OK，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用的东西。有钻石，谢谢。钻石套装，等一下，我发现附魔书。OK， Biu，OK， 走开，又生出来了，应该是里面有那个生怪砖，对，里面有生怪砖，可以拿来当做刷怪区，不错，这地方这边真的可以当做刷怪区，我觉得不错，因为我这边有记录点，所以 OK 的，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打造刷怪区了，说实在的。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弄出来，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个。这里是哪里？这里怎么变得突然有点宽阔起来了？这里真的逮鸠补吗？我真的是这，我真的是这，哎呦，什么东西好黑？
我真的觉得我这整集来参观的，你们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在这里看这个奇怪的地下城被深层的感觉跟整个环境这样，来这里逛街，然后顺便收集附魔书，还可以往下，哇，好多哦！那边黑黑的是什么？哦，是你哦！天黑请闭眼。呀、，OK， 来，一只，两只，三，对对 ，reload， 不要看我，不要看我。OK， 哎、，Hello， 哇、好爽！哦哦，转装转装。钻石可以留，没关系，钻石可以留。好，我们开始开箱吧。哎、你在这里干嘛？你知不是知道我想开箱？哈，你知道吼？你也知道吼？讨厌，在那边偷看我，走开。怎样？哎呦，你也会出现啊？你们是不是来这里泡澡的、啊？哎、他挨得住我一枪哎、欸。我真的觉得这里很爽哎、可以一直刷怪，赶快开箱，赶快开箱，收集附魔书，无限，我找到无限了，我找到无限了，无限了，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等一下 ，reload 一下，各位不要急，大家都有办法，都有时间吃子弹好吗？只是需要点时间好吗？我这里的，我真的觉得这一区我不要把它的那个什么区给那个破坏掉，我觉得这边刚好是一个很棒的升怪的很棒的地方。缺等级还是缺什么时候都可以来这里练等啊之类的，我觉得还不赖。哦，钻石库爆炸保护丢进去丢进来，这个铁的都不要。OK， 好，下一个 reload 啦 reload 啦，等一下啦，看一下钻石库可以，这里面没有那个附魔术就不要了，不要，不是。我刚刚是都没射到啊，对耶，等一下 reload， 等一下，稍等片刻，稍等片刻，我将为您转接，走开。OK， 好，这是最后一排了吧 ？OK， 三个附魔书。OK， 好猛哦，我们等一下回去整理一下，我们到底收集了哪一些？嗨，哦，好多区域哦，这区域超棒的啦，刷怪、刷经验、刷装备都可以，很棒哎。这个附魔，这个地下城，我真是装对了，超好玩的。走开。OK， 好。嗯，圣怪砖不要破坏掉好了，顺便可以帮他快速增加那个刷怪量。OK， 那一区的所有附魔书我都夺走了，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刚有来过，也检查完了。那这一边应该就是大大的，对，这个游泳池，他们的，对，他们其实根本就，他们这里根本就地下开趴区吧，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很奇怪的区域吧？这前面还有哎、我们才逛一区而已就已经这么丰盛了，这个真的有办法走路吗？你可以不要骗我吗？这真的有办法走路？OK 啊，没读好，这样行不行？哇，我包包已经爆炸了，我还没逛完，我还要回家检查一下我到底逛了什么哎、我到底得到什么哎、这岩浆快点消失啦，怎么那么久？应该没有人想要从我后面推我吧？好难走、这里我觉得不对哎，要不然这边 ？OK， 金砖不需要，快速擦一圈，然后这边没有东西，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哦，我懂了，它就是一个像这样的平台而已，但是这个平台不会，好像没什么怪物，那是什么现象？OK， 酷，很棒的现象。那个现象看起来就是坏了，游戏坏了，已经好玩到坏掉了。呵啊，漂亮，漂亮，太漂亮！这个区域好像目前是岩浆嘛，最深处应该是最深处没错啊。如果再往下的话，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再下去是什么天堂吗？它太怪了吧！从表面上下来变成一个很奇异的糖果世界，然后再下来之后又变成。地狱哦，这些还可以接受。如果再变得更怪，我觉得是不太能接受啊。我会觉得很怪，但是还不错，好像被我们占领完了，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子，占领完了啊、我懂了啦，就是刚刚那一边，对不对？我们刚刚走过来，结果这边是破掉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让你站。好像还有空间哎。哦天哪，好复杂哦，这怎么那么难走啊？噗噗噗，还有吗？
嗨，好多怪，好多怪。OK， 我看错，我以为那边是怪。这里面有节制克星 V 耶 ，V 耶，我的天啊 ，V 应该是最高级了吧？哦 ，Hello everyone， 我只是路过，对不起。OK， 漂亮。刚不是还有好几只在这边飘？转，谢谢。这个世界超缺钻石的。我以为你们没看到我啊！我想要线，我不要这个。OK， 不对，不要，小心，冷静啊。OK， 好，走吧，我们离开这，这里已经是最底层了。回家啊、感觉真好，我们的东西超级高级耶，超级收获满满耶，整个是哇，这个钻石的裤子让你眼花缭乱耶，哇、不对，放错边，不好意思，这边是那个武器区，我们这些装备区其实多半都可以丢掉了，因为蛮都很烂了、啊，拿去烧，火化掉，fire， 看着他们不想要被烧掉。我觉得应该要再做一个更大的箱子，要不然我觉得这些装不下。对，真的装不下。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全部有的附魔书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附魔书。锋利 IV、效率 IV、海洋祝福、无限火焰、强力 IV、强力二、耐久三、效率 IV、节制克星 V、火焰保护、轻盈投射、锋利 IV、不死二、节制二、节制 V、节制保护二。保护好少、哦，我觉得我很想要保护，但是保护。特别少，就很不好弄，好多本哦，我们是可以强化一下我们的这些装备啊。对，这个装这边不能这样直接强化，他要用他的机器才能可以强化。我觉得还不错哎，我只是去个地下城，然后就杀了一大堆附魔书回来，我简直可以转职成魔法师了吧？天哪，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哦，但是觉得这次收获真的是大爆炸哎，整个收获是大爆炸啊，超级爽的。今天的实况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啵啵。